欢迎收听大家们打开后，感谢大家透过我们的现场直播台收看统一天然狮队的主场赛事。今天10月9号礼拜三，在台南棒球场要进行的是味全龙队跟统一狮队在今年赛季最后一次的交手。是他们坚定的步伐，我们一起走过风雨不歇。两天组前一场比赛已经上来比赛过了，那叶总这边对他的评价如何啊？我这个球打在游击手的管区当中啊，虽然传了一个完慢斗，但是一垒手陈荣基补救的不错，极力极绕，强力拉打型的，这个比较少。哦呦，看一下场上哦，真的被极力绕拱冠打出了一支左边方向的安打。对，因为叶总比较少站这个三垒的指导员，应该是第一次看到吧？哦，今年第一次。对对对，那可能这种强力拉打的部分哦，他在这个打过来的界外球的闪躲的功力，可能要练一下哦。我叶总身材维持的还不错啊，应该反应的能力也应该还不错。过去捕手应该反应是要接这个球都是接150以上的球。对，在昨晚的比赛，黄柏豪也击出一个深远的长打哦。这个球打在垒手的正面，有机会来策动双杀，现传游击再往一垒送，一垒这边也是 out 的。看，是他们坚定的步伐，我们一起走过风雨不歇。那英雄永远没多一些，我们是最强的队伍。Never give up， 不放弃，我们是不对的勇士。燃烧在心间，每个瞬间，这里一幅才是信念。等黑夜来临，我们燃起光芒，大家一起来誓词去呐喊。那银色永远多一些。两好球，两坏球。这个球在界外区，来看一下有没有守备的机会。捕手林承勋。这个飞球接杀，这两年尤其这两年是掌握到机会表现哦。这个球右边方向一垒手接球踩垒，两出局。那你可能在面对这种洋将的部分，机会就会比较少。那基哥这一棒打成了左边方向的安打，三垒上的小黑要回来得到分数。缠斗了很久啊，最后基哥还是击出了安打。三垒侧的滚地球，三垒手接球之后行进间传球刺杀了打劫林安可，结束了一局下半狮队的进攻。在这个半局，狮队是小黑的长打开局，那等到了基哥的40安打，线下一城取得一名领先。把今年的一个内容好好去做一个，算是未来他的这种打劫路上哦，怎么样再去修改掉这些可能过去比较常发生的一些问题哦。那今天的第一个打席，刘基宏是遭到了罗昂的三振，这个紫叉球让刘基宏挥棒落空。紧接着上场打者陈思仲打第一个球，在右边方向，李安可移动过来，顺利的接杀，两出局。那丙总今天赛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提到，今天因为是在主场的比赛哦，先来看一下三垒手潘杰凯拦住这个球之后，对角线的传球。刺杀了打击的王顺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哦。教练团这边最大的一个期望哦。这个球没有打好，形成了一个内野的冲天炮，二垒手就定位。那今年的名单比较不一样，先来看一下陈正明，这个球打在一垒手的管区当中，一垒手接球之后自裁垒包。上次的出赛呢是10月5号那场比赛，三个打数没有击出安打，这个球挥棒落空。捕手捡球传一垒，完成了这个三振，也结束了这个半局。同时队在这场比赛呢，先发投手罗昂只投了两局而已就退场休息啊。对同时队来讲啊，毕竟是要备战季后赛，所以在今天这场比赛虽然先发阵容都是一军的主力球员，丙总赛前有特别讲，他说因为是主场最后一场主场，所以还是在先发部分还是以主力为主。
游击区的滚地球，陈振平接球之后传一垒，刺杀了打击的刘俊伟一出局。中间方向这个滚地球穿越出去，林承勋打出了这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安打，龙队的第二次安打。连续两棒，其实胡志伟在最后这个决胜球都压得很低哦。那这颗球其实林承勋也是打得比较别扭，但是打到这个中间的这个中川的一个没有人守的地方哦，值得去检讨的部分哦。看一下这一球，三垒手潘杰凯，这现在对他来讲都是小菜一碟。跟投手这边做更换，或者是投手暂停。哇，叶中比叉叉，你没有看到吗？林承勋到嘞，被抓到嘞，结束了这个半局啊，形成了变相的三上三下。哇，这还聊蛮久的耶。对。许哲彦，三垒侧的滚地球，哇，三垒手刘继翁接传，这是一个精彩的守备演出啊！哇，这个行进间的接传做得非常的好，弹的这个位置哦，然后做前面的移动的单手捞球。而且行进间就把球传出去，传得也蛮准的。你安打就必须要出棒才会形成。哦，这个球，右边方向的球迷朋友，这个飞球过去了，这是一红浪。小黑直接用全垒打来增加一个安打数哦。142次的安打，那今年赛季的第四轰，同时队再添一分的2-0。哇，这样双方的安打数就拉得更近哦，只差一支而已。会不会是在最后一场11号的双方对决的比赛哦，见真章哦？所以到时候陈俊威下来打的时候要比试吗？接下来就想要看他在国际赛的表现是不是也能够维持这么好。我想他的态度已经是展现得非常的稳定了哦。好哈。那杰宪这个球二垒方向的滚地球遭到了刺杀，两出局哦。哎，讲到保送啊，马上又选到了一次四坏球啊，所以潘杰凯目前是连续五场比赛获得了四坏球，就是把你缺的打席数，你缺几个就当作一支打数，你来打这样加下去。现在看一下游击区的滚地球传二垒之后抓到了第三个出局数，结束了三局下半狮队的进攻。在这个半局，狮队靠着小黑邱志成的阳春全垒打再添一分，取得2-0领先。同时队再度的更换投手，换上来是第三任的吴成玉。今年赛季19场的出赛，投了19局。再是一个变化球，捕手捡球传一垒，完成了这个三振。9月中在台南球场面对台钢队的比赛，吴成玉还曾经先来看一下吉吉奥这一棒在左边方向进手套。今年的表现看起来是维持的还不错。拉回来一垒手林祖杰拦截住之后自踩垒包。抓到第三个出局数，也帮助吴成玉在4局的上半投出了三上三下。那这个半局龙队这边换赵景龙上场投球，过去4场的出赛呢，3又3/2局的投球。因为他那个年代的话，其实我们先看一下场上哦，游击手接球之后也是行进间的传球。3.5时期哦，当时的一些表现其实都是这种比较大的局数的这种大所谓的吃大局的表现呢，也就是用长打的表现去赢得很多的比赛。其实我们在我们生涯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断的去累积锻炼，奠定出这样的一个算是养成的方向。寸土必争的比赛当中，一次长打哦，先来看一下苏志杰这一棒右边方向的球员朋友，注意球来了。哇，苏世杰今年的第二轰啊，等了很久啊！哇，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哦。哇，真的等了很久，苏世杰在球季的尾声呢，击出他今年赛季的第二支全垒打。狮队特别需要的长打，今天这场比赛出现了2支哦。
刚丙总那个等待要击掌的表情，就是说单脚步啊，哦，终于来了哦。好久没跳舞了，好久没跳舞。球队现在也是需要气氛哦。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我来看一下陈胜平，跟在后面也打出了中间方向的安打。那丙总的笑容又跟着出现。林丹安打第一个球，这个球是一垒手要来接。那许哲彦这个部分当然也有掌握到，这个球打在中间方向，中安手很快的追过去。许哲彦这个飞球遭到了接杀，结束了四局下半同狮队进攻。在这半局，狮队是靠着苏志杰的阳春全垒打，再追加一分的领先，比数来到3-0。今天狮队除了苏志杰之外呢，邱志成也打了一支全垒打，今年赛季的第四轰。那场上投球垒换成的是裴瑞兹，裴瑞兹上来第一个球就被打出了安打。如果比叉叉再跑的话，那确实蛮有可能哦。这个球三垒侧的软弱的滚地球啊，接球之后传一垒，打者出局哦。不过这滚地球是有推进的效果。一垒手拦截住这滚地球之后自裁垒包，应该是林鸿玉当过一日总教练哦。右边放上了滚地球，一垒手拦截，至少5-6万球迷吧，蛮热闹的。哦，这个球在反方向进手套，可是林立现在最就是接下来都不再打安打，就是0.33923。哇，这个球保送哦。那同时队这边陈崇廷上来接击打击，这球打在三垒手的管区当中，接球之后对角线的传球刺杀了打击的陈崇廷，不过这个滚地球有推进的效果，但这个球挥棒落空。打击林祖杰遭到了三振，也结束了这个半局。狮队在这个半局并没有再添分数，不过打完前五局，目前狮队是3-0领先的味全龙队。可能会从二军拉一些投手上来去投礼拜五的那场比赛。对，游击区的滚地球，陈胜平接球之后传一垒。六局的上半同时队更换投手，那左投手林子威上场投球，这是他在今年赛季第一次在一军的亮相。上个赛季他在一军出赛的12场比赛有7场的先发。又一个球找上陈胜平，接球转身传一垒，精彩的守备演出，抓到了冉成林2出局。游击手的稳定度对狮队来说的季后赛也是相当重要哦。滑接转身传一垒，相当的流畅。右边方向的滚地球，垒手接球之后，来露一手，动作也是做得相当的流畅啊。许哲彦这个球的处理也蛮精彩的。那这个半局魏雄龙队的进攻3上3下。那在龙队这边啊，再度的更换投手，林子玉要上场来接替投球。这个球打在右边方向，二垒手接球传一垒，1出局。这个球又捞起来，又是一个右边方向的飞球，但这个飞球距离是不够的，遭到了接杀，2出局。这个球进到了好球带。打击的陈胜平被拉掉啊，遭到了三振，结束了这个半局。狮队在这个半局6局下半的进攻3上3下，没有再添分数。这个半局上场的投手是陈运文。那陈运文在10月4号回到了一军哦，那今年赛季到目前为止的防御率偏高啊。
蒋少宏，这个球打在三垒手的管区当中，陈龙廷接球之后传一垒一出局。对，洋将有部分的人能不能进去季后赛要看他的表现。嗯哼，是有关联的、哦、有关联的。对，也有点不规则弹跳。对，没错。陈文投出了三振啊、哦，这个球150，那现场的看板是149，蛮接近的。接连几颗都走在这种比较高的位置哦，那搭配他有这样的一个速度的话，就有压制力了。这个速球149公里，让陈思仲挥棒落空，遭到了三振。陈立文在这个半局虽然被打了一支安打，但也投出了两次的三振，没有失掉分数。不过同时对五支安打里面有三支是长打，两支是全垒打。先来看一下林黛安，这个球打在中间方向，也是一支安打。这个球打在中间方向，中外手很快的就定位。因为像苏志杰也好，陈胜平也好，今年面对左投手的打击表现不是那么的漂亮哦，哇！小黑的第三次安打出现喽，而且这场比赛他现在一垒打、二垒打、全垒打有了。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不晓得还有没有第五次的打击机会了。是是是。那这一棒打出去安打哦，我看陈诚威那边应该也是有所压力了哦。嗯。好，那现在比赛要继续的进行哦。那胡金龙今年应该是代打之神了，代打之鬼都可以啊哈、哦。19个打数，11支安打，打击率5.79%，代打打击率5.79%，做很多的有效的击球啊，形成很多的安打。打在游击手的正面，先传二垒，要再往一垒送。哇，这个滚地球变成了双杀打，结束了这个半局哦。同时对，虽然两支安打，但是没有办法攻下分数。那场上的投手也换成的是高岩将树。高岩将树在8月底曾经到二军去调整啊，那调整回来之后，9月中回来一军之后，到目前为止没有掉过分数。嗯。嗯，没有问题。这个速球进到了好球带当中，高岩一上来就投出了三振。投得准哦。嗯，这是日系投手的特性。嗯，他是这个永田条款，所以他不占洋将名额。这个球被刘俊伟打穿。原来啊！变化球，打者挥棒落空，遭到了三振，两出局。是来自于他的好控球。那陈林这一棒，哇，也是安打。哇，这个球盗垒啊，双盗垒。哇、嗯。选手自己跑的吗？可能要问一下导播，刚刚他叶总有没有比叉叉哦？嗯，不过这个应该是抓高远将，所以他的一个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投球动作。统一队啊，统一队！再来一颗。马斯克斯挥棒落空，遭到了三振，结束了这个半局。龙队在八局上半虽然是两支安打，但是并没有办法攻下分数。吕永贞今年42场的出赛，34局的投球，有过9场的中继成功。那今年的每局被上垒率控制在1.29，还不错。哎呦，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坏球，四位保送。
狮队今天的打击其实大家状况看起来普遍还不差，虽然目前只有得三分哦，不过先来看一下这个球打穿了右边方向，是一支安打，原本在一垒上的跑者现在要跑三垒，陈中鼎滑上了三垒，林祖杰想要混水摸鱼，但是摸到大白鲨。哦，这个高角度的球，林祖杰做反向攻击。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被对方主角的方的状况哦，影响了整个得分的气势。哦哇，这个球还没有接到啊！那现在三垒上的这一分回来是没有问题，林家伟也上到二垒。来手黄博豪，这个球没有办法接到的情况之下，让林家伟也上到二垒。这个球打成了滚地球，苏杰遭到了刺杀。那原本在二垒上的林家伟上三垒，两出局。打第一个球在中间方向，这个飞球最后是遭到接杀，结束了八局下半同事的进攻。比赛来到九局的上半，在这个半局同时队换上来邱浩君来接替投球，那要赶快利用最后这几场比赛把手感抢回来。游击区的小飞球代打林孝成遭到了接杀，一出局。中间方向的飞球还蛮深远的，小黑向后退，来到全垒打墙前，这个飞球进手套，两出局。虽然是一场这个消化比赛，但其实这场比赛看点还蛮多的。外角的速球，哇！一垒神说有出棒啊，那这场比赛要结束了。南摩样遭到三振啊，那也结束了今天的这场比赛啊。同时对这场比赛最后是以4-0打败了味全龙队，那也结束了今年的龙狮对抗啊。那两支球队在下半球季是6-6。不过在全年的部分呢，同狮队是有着14-10的领先优势，对战的优势。那这场比赛同狮队赢球也终止了在台南主场的2连败，那也是龙队今年在台南主场台南球场的5连败啊。今年龙队来到这里是3胜7败。那这场比赛最后胜投给的是胡志伟，那龙队的先发投手刚龙则是承担了这场比赛的败投。那同狮队这场比赛在第一局攻下分数，那3-4还有邱志成还有苏志杰两次全垒打追加领先，那八局下半也添了一分的保险分，最后是以4-09。这是赛后的这各项的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那我们待会儿再揭晓这场比赛谁是 MVP。统一狮主场赛事，请锁定博士体育 YT 频道，记得按赞留言，开启小铃铛。